伸出友谊的手与张善政打招呼，接着是桃园市长民进党新任参选人郑运鹏，首场活动就巧遇对手，两人首度同框握手致意。郑运鹏委员，你好。另外一位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前院长，先大力介绍新接棒的市长参选人郑运鹏，再大方邀请张善政上台。张善政站在绿营主场，显得有些不自在，但选举哪少得了唇枪舌战。第二个行程前，新竹市长林智坚也现身，在退选后现身力挺郑运鹏。那因为我是先发的这个投手，他受了伤，在这个教练团的一个这个指挥之下哦，先行下场。但是我们有王牌的这个中继投手哦，运鹏上场。那很快的哈，我相信，能够在这一个赛局当中哈，拿下这个胜利哦。铁三角的运作是非常有效率的，我们角色转换，可是这个团队精神跟为桃园服务，希望再创黄金十年的这样一个决心完全没有改变。绿营换人上阵，选战重新洗牌，但国民党对手张善政回到主场，先呛总统蔡英文和桃园市长郑文灿应该向市民道歉，更一改刚刚对郑运鹏的态度。走了一位抄袭的，来了一位挺抄袭的，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一昧的替他圆谎，桃园乡亲自己心里面有把尺。在林智坚退选后，民进党主打铁三角合体，转守为攻，桃园市的烟骚味依旧浓厚，也为桃园选镇新局势揭开序幕。华视新闻桃园新竹综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